请看向中间前方的摄影镜头。身为北影非常演员之一的柯佳嬿，一身黑色贴身礼服搭配珍珠项链，展现甜美气质。站在徐若瑄旁边，两人同框画面实在太美了。同样火辣的还有陈意涵，平口礼服全身好闪亮，裙子开高叉露出美腿，但吸引全场目光的怎么少得了女神徐伟宁。镁光灯闪个不停，徐伟宁即使身穿一身黑，不过礼服设计有巧思，露出锁骨若隐若现。曾经拿过北影后的徐伟宁，今年担任北影初选评审，评审团主席则是香港导演陈果，两人同台又在典礼上合体颁发百万首奖。不过这对兄弟档难得在台北电影奖同框，让大家都笑了。好，握手要看。李明忠双料入围影帝和男配角奖，哥哥李明顺则是担任颁奖嘉宾，兄弟俩分别颁发技术奖项。而带着忐忑心情来到北影的，还有入围男配角奖的柯震东。看一下左边，入围新演员奖的春风似乎有刻意配合柯震东的穿搭，同样也是穿灰色外套登场。角逐影帝的仔仔周渝民身紫色成套西装，展现成熟稳重的一面。只可惜入围男主角奖的阮经天没能到场一起比帅，不过演员们都非常用心准备造型，一同争取电影人的荣耀。 TVBS 新闻田家庆、林昀贞、杨子英、林日文 SN 小组台北场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